墨画洒川，拂袖凌云，仗剑行走天涯。青云蔽月，流风回雪，凝脂柔情芳华。墨画洒川，拂袖凌云，仗剑行走天涯。江湖因为你而变得不一样，请点击任务开启这段奇妙的传奇之旅吧。无道不公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哎，这俩雕像，莫非此地就是剑圣传承之地？习得技能，快去试用一下吧。剑道独孤，唯我不败。少侠救我，休要多管闲事，不然少侠救我。我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小女子徒受惊吓，头有点晕。此一事，小女子心中惶恐，还望少侠能护佑我一程，必有重谢。小贼，给休想骗俺！看剑！技能，快去试用一下吧。我这手下心胸广阔，定然俺差点俺要跟着你学剑斗人心的道理。小的们，待我爹出手，定能手到擒来。嘿嘿，小爷我来也。这次是小女子拖累少侠了。交出传承，饶你不死。you
下吧。前方，黄大哥说啊，若少侠觉得不便，我们另寻一处借宿也行。前方有女子落难，少侠。哼，我倒是哪个大侠出手，冤罢了，先解决当前危机。别杵在这儿了，快去找王哲。哦，是你啊，在下拖住敌人，你速速燃放信号弹求援。剑圣传承，小爷我来也。你又有何错？只要不忘本，便还是在下最骄傲的人。等不及援兵了，你可愿与在下闯上？堡主一直对你青睐有加，果然没有看。爹爹大寿，我林家百年来未曾有人进犯，今日之事恐怕与某人有。啊，林少侠自幼在林家长大，一脉相承，又娶过外人。嘿，我就是不服气啊！通道都被破坏了。黄大哥教我一种墨家奇术，不可解眼前难题。待小女子是的，如此一来，我们便可前往内院了。老夫与满堂宾客皆有毒在身，不便动手。若及时赶到，恭喜少侠习得技能，快去试用一下吧。林家祖上有人，剑圣传承留待有缘人，如今传承后，我林家猫头鹰傲慢无穷，谁人也对此觊觎不已。家的猫头鹰能让你经验飞涨，乃在下觉得恐怕林家藏有内鬼。哎，这边请。准备好了吗？50%啊！携带猫头鹰，升级加速，成长飞升。老夫余度未清，只能劳你出手了。嘿嘿，小爷我来也！家有难，堡主承诺，林家堡以后就是你坚强后盾。开启装备共鸣，收集目标装备，俘获精美时装，战力大增。令在下发现自身不足，阴阳两仪，大道之本。
此次劫难令在下发现自身不足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有缘下次再会。想不到当初小小的外传，来吧，让姑奶奶见识下剑圣传人的本事。